爸妹，你们好。你好，我是竹北市长候选人二号候选人陈荣灿的服务团队。市长候选人想了解在地居民的心声，今天想访问你们关于老人补助金的问题。请问你们有领过重阳敬老金吗？有。是多少钱呢？两千。不是。那请问几岁才领得到呢？70岁。好。那除了重阳敬老金，竹北市公所有没有提供其他敬老金的补助呢？没有。好，谢谢各位阿爸阿妹，你们参与今天的访问，谢谢你。一个人轮盖心上还躺多嘞哈，就跟冲浪顶楼的部分呢，你还这个施工所啊，一年补助2000元是70岁上的原因。你还目前系爱做市长了以后，我必须从你70岁降低到65岁哈，来补助给冲浪顶楼2000。另外，我有一种想法是讲，因为你下嘞，该上月了，因为当月份上月。从中65岁上去老人家呢，我也从中不给生日礼金2000元。我希望讲，你所有乡亲呢，哈，照顾老人家是我施工所的事情。我希望讲，你老人家过得非常的好，生活非常快乐。希望大家